啊，大家好，我小二哥，这是我们这次南海行程的最后一天了，看看今天能钓多少鱼啊！隆隆隆隆隆隆，这个铃铛隆隆隆隆的响了。来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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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啦！哇，看到鱼了，看到鱼了。对，又是那个剥皮，又是这个大的剥皮，哇哇，这么大这条剥皮，哇，起来了。船长是你中金枪了吗？对。哎呦，船长终于进中金枪了，兄弟们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哦哦哦，这个线搞一下，搞一下，全部缠的。来来，敲鱼敲鱼，快点快点。哦，看到了看到了，十来斤。哇，不小啊！哦，哦，我的。村长终于又钓到金枪了。没打亏啊，十来斤吧。哎，这条线紧了。哇，喂，又是你的，哈哈哈，第五条了，第六条啊，哦，哦，看到鱼了，来了，再收。哇，又挂了一个线，哦，上来了，松线，松松，这是第六条啊，第六条，哦，啊，大西进中一条飞鱼，哎呦，哇，双飞啊，哇。哎呦，哇，钓一桶了！哎呦，中了！中了！哎哎哎哎哎哎！直接飞上来就好了。哎，看到又有一架其他的老鼠了，哎，又是两条的吗？一条啊，哎呀，好亮啊这个。够不够力啊？够的啊。啊？够啊，够啊。你还没发力是吧？啊，你不敢发力。算了，你跑了两三条了，我操，还敢发力啊！你这个泄力可以啊。你来帮他钓一下。你这是第几条啦？三。第三啊，哦。
这条比刚刚那条应该大哦。没有，刚刚那条大一点。刚刚那条大一点啊？我看你。看到鱼了。哦，大条啊，大条啊！还说不大条，这么大、啊。你走啊！我把你的喂，你走，喂喂喂！哦，哇，怎么来东西？拿去！哇，这么紧张。哎，够瘾啦！哇！哦，今天早上的鱼货哦，都是大家伙，哇，那条更大，真的，我那条最大，你那条最大，这条最大吧？哇，那不是，哇，这条最大，一二三。四五条，六条，那里还有一条，最大的在里面。七条，一共七条鱼啊。哦，还有这条。哇，150斤呐！可能重的有可能啊。哇，好的，差不多。64，哎，也是60啊，这样差不多。差不多。63左右吧。63左右。60几，61。62。终于等到你中大鱼啦！哦。哎。鱼呢？又是这个大嘴巴。大嘴巴。漂不漂？哇，又是大海狼，哇！喂，终于给你搞一条啊！给你也搞一条了。哇，你这条也很猛啊！我钓的那条海狼现在已经晒成咸鱼干了，好美的鱼落啊！钓鱼的兄弟们，向着太阳的方向。
到码头了，打包了这么多。这一期五天四夜的行程就圆满结束了，也谢谢大家对我们一圈兄弟的支持。有很多人想问我们来这边钓鱼大概是花多少费用，如果没有装备的情况下，全部一套行下来的话要10000出头啊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欢迎来找我们钓鱼，拜拜。